桃机又出包，二航下天花板崩塌，民众飙。可以覆盖吗？天花板出现了一个大洞，维修人员赶紧身体查看，我们国家门面又哩哩浪浪了。隔音棉太重。出包的是第二航下，昨天晚上一楼入境大厅天花板突然掉下来，满地的碎片石块把旅客都吓坏了，还好没有砸伤人。不过国家门面一天到晚坏东坏西，我觉得蛮丢脸的。不是一直有在维修跟发生很多问题，像漏水或是，我觉得如果一直做这种零星修缮，也不会比较省，可以重盖吗？可以重盖。淘机人员说，已经进行全面检查，这次意外可能是楼板水泥剥落砸穿天花板。突发中心应该要再检查严格一点。报道。